谈你那些另类奇葩满级老六视频。首先来看第一个最倒霉的老六，我丢，窜天猴，嗯，这老六不会是国服猴子吧？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看我这点视频可以提高你的游戏实力。好了好了，来看下一个。兄弟们，最新消息，现在表情包只能发两个多了，就发不出去了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让我来试试。我来。我操！啊，真的不行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吗？哎，来车了，兄弟们，跑图的来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OK， 一个人。那终于过来看，他想撞我，行，快过来，快过来 ，OK， 我走了。嗯，看看一个巡查员，好像是个巡查员，来过来，就一个人，不要怕，来了，兄弟们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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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前面，前面，快快快，前面接住他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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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向月亮出发，反正别停下，谁都别说话，让酒不提他。好家伙，这六人还在精神上的折磨。哦，他喵的，别人唱歌是要钱，你这是要命呀。好了，来看下一个。我去，你这是捅了老六窝吗？一个字，绝。难道说这就是老六打法吗？ OK 啊，兄弟们，直接学废了好吧。你有病。